好，唔該，多謝各位記者朋友，今日民主島糧力量就開了記者會，就講講我哋7月1號嗰個嘅情況。 咁民主島糧力量係由大約30幾40個團體組成啦，咁就我係趙達文啦，長毛係副趙達人，咁我哋快必就係我哋嘅行動組嘅組長，咁7月1號整體嗰個統籌咧就話快必會充滿創意，哇，咁快啊！咁就嗱，我哋島糧力量就因為我哋因為團體多咧。 好多嘅組織咧，7月1號嘅遊行咧，基本上佢哋會跟翻佢哋自己嘅團體嘅，咁所以我哋喺遊行嗰度咧，都係會跟大隊，跟呢個民政嘅大隊。咁我哋應該就喺法輪功之前出發，係啦。咁就因為法輪功過去嘅步伐係較緩慢咧，跟佢後面好辛苦啊。跟佢後面係即係好難，控制我好難行啊。咁我哋行咗幾年之後咧，覺得就即係壓後咧，就嗰個嘅榮譽就俾翻法輪功佢哋啦。咁我哋就會喺法輪功之前，咁我哋喺網上都開始吹緊㗎啦。咁但係我哋幾個團體啦，包括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都應該係喺法輪功之前，即係會行翻啲嘢啦。 咁就我哋會沿途行到去呢個嘅遮打花園，咁我哋已經同康文署同埋警方攞咗批准㗎啦，我哋就會夜晚喺遮打花園呢一個嘅進行呢個絕食行動，咁就由夜晚10點鐘開始。咁即係點解會喺遮打花園會組織呢個絕食行動呢？咁兩個主要理由，咁一個就係。 即係我哋覺得佔領中環呢個概念係值得支持嘅，同埋佔領中環唔應該淨係計劃喺呢個嘅2014年嘅7.1，咁應該每一日中環都係應該係香港人嘅 ，OK？ 咁所以民主島糧力量，我哋用光復香港呢個觀念去推動呢個嘅社會運動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光復。 中環即係呢一個嘅行動，因為中環我哋覺得係俾啲金融霸權啊、地產霸權啊、整個香港加下俾呢個港共政權操控啊、香港嘅核心價值已經係逐步消失啦。咁所以光復香港呢個觀念咧係有好多層次嘅，包括我哋要爭取翻我哋嘅權利，我哋要爭取翻我哋既有嘅價值，我哋爭取翻我哋香港人即係應有嘅。 即係原本有嘅社會同埋文化等等嘅運作，咁呢啲我哋應該有嘅咧，我哋要光復翻咁。咁所以我哋整個島糧嘅口號咧就係光復香港。咁我哋嘅絕食個主題都係光復香港。咁絕食呢個嘅行動咧，其實香港過去組織好多次啦，最有代表性嘅就係25年前。25年前當年因為呢個嘅雙查方案嘅提出，喺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 即係當時提咗呢個雙查方案，咁啊馮志活牧師同埋啊楊義龍博士咧，兩個就好有呢個嘅先見啦。當時就啟動咗個50小時嘅絕食，咁佢哋開始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個當年嘅民促會嘅50小時嘅接力嘅絕食。咁關於詳情，應該等阿馮志活同大家講講啦。 咁就我哋覺得，即係香港眨眼25年，香港家下現時缺乏民主嗰個嘅因素咧，就係因為雙查方案嘅得以落實。呢個分組點票啊、有功能組別啊、小圈子選舉啊，全部都係當年雙查方案，即係查量同查濟民提出呢個嘅政改嘅制度咧，就令到家下香港冇民主咁。咁眨眼25年咧，我哋覺得我哋唔可以再等㗎啦。 咁所以用光復呢個香港呢個行動咧，我哋推動。我哋希望7月1號嘅夜晚嘅絕食係會將光復香港呢一個嘅概念、觀念同埋行動咧係繼續延續。咁我哋而家已經有4組人會接力 ，OK？ 即係每一組係50個鐘，每一我哋就逢星期即係1號開始啦，夜晚10點。咁第二組就係3號嘅夜晚10點開始。 第三組就係5號嘅夜晚10點開始，第四組就係7號嘅夜晚10點開始，咁完呢就係50個鐘。
即係遲兩個鐘頭，開始嗰個之後兩個鐘頭嗰個至完。咁我哋就希望逢十點接力咧，就嗰個時間就容易呢一個嘅安排啊。咁亦都方便啲朋友。咁完成嘅咧就係十二點鐘完成，跟住可以翻屋企瞓覺啊。咁啊，我就會帶頭同埋阿 Mandy 啊、馮志活啊嗰啲就會快 B 就都係帶頭。咁我哋第一晚咧，第一次應該會有八個九個到嘅。咁最勇就係阿快必啦，因為我等快必講，阿慢必係快慢必一齊，快慢必加下重新組合。啊，慢必咧就會係會破香港絕食嘅時間進行絕食，佢應該會破韓連山嗰個170啊，即係講係啦，咁就未必破到金仔啊，金仔嗰次九日咁就即係萬必嘅目標咧，等佢講講啦，好嘛？咁我哋先請阿長毛即係講翻呢一個行動，跟住就揾阿 Wood 講講呢個嘅即係五十小時絕食。我即係成日都同啲記者講啦，即係人生真係劇本都度唔到嘅，即係喺我哋籌劃呢一個五十小時絕食嘅時候咧，我諗都諗唔到呢一個演藝學院嘅同學咧。是為香港人出了口氣。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覺得立法會真的非常之慚愧，因為演藝學院都有那個所謂 protocol， 即是有禮儀的一樣。那一陣間梁振英來吃飯，那到底我們是跟他在這裡 hea 下，抑或是有人會好似呢一個演藝學院嘅同學將香港人嘅心聲發出嚟咧？所以其實點解我咁樣講咧？禮失求諸嘢，政治領袖唔做嘅嘢，咪民間做咯。我同阿大舊只不過係一個小小嘅議員，係選民受託我哋幫我哋講嘢。既然間議會做唔到，咁就禮失求諸嘢啦，即係話廟堂做不到的事就在民間做，所以絕食五十個鐘頭其實真的薄盡綿力。大家都知道絕食其實一般來說是應該一路這樣絕下去，但是接力絕食都有個好處，就是參與的人比較多。我很大的感觸，就是03年七一真的很大的感觸。十年了，我們當日以為有光明，原來呢迎了一個黑暗回來。即是我們怎麼都想不到葉劉走了之後有一個叫梁振英的人，是即是說明是土共這個葉劉都只不過是即是替工的，現在他經常都說我沒有啊，我替的而已。薄盡綿力，我覺得我最開心的就是即係民間嘅抗爭力量，的確係出嚟啦。我希望2021多人出嚟。OK， 好。咁啊，請阿馮志活講講連嗰個五十小時。多謝阿陳偉業啊，即係抄翻25年前嘅事嚇。1988年尾12月嚇，咁我同楊以龍咧就傾開雙閘方案，大家都好嬲。咁啊，我哋用絕食去表達我哋嘅憤慨嚇。咁咧就係、是，亦都咧係估唔到咧，就係、是、好多嘅朋友覺得好重要，咁一路咧係馬拉松式咁樣接力嘅，預先係冇預計嘅。咁當時咧就係、是、有十六棒乘兩日咧就係32日，係啦。咁如果係每一棒50小時咧，講緊係88小時啊。咁搜集到簽名咧係大約50000個簽名。咁大家記得1988年。咁咧就係嗰陣時咧，街頭嘅行動啊，嗰啲咧反應都係好少嘅嚇，即係咁。但係嗰次啊，比較係好特殊嘅一次嚇。咁咧就係點解要絕食啦？絕食係顯示咧嗰個議題嘅迫切嚴重性嚇，俾人知道咧呢個係同我哋嘅社會係關聯好大嘅。咁今次我哋要用翻呢個絕食嘅形式嚇，亦都希望俾人市民知道咧。呢件事情好迫切，好重要嚇。咁亦都希望咧，唔單止係參與行動嘅人，其實每一個市民
佢都應該有個角色嘅扮演嘅。嚇，2017年咧嗰個嘅真普選啊，係相當相當關鍵，相當重要對香港。如果係做唔得咧，我都唔敢想象香港會點樣嚇。咁所以香港為香港人咧，每一個人為香港為自己咧，應該咧係參與，用佢嘅方式去參與嚇，爭取係呢一個民主嚇。咁咧民主係一定要爭取嘅，一定爭取嘅嚇，即係唔好咧坐喺度舒舒服服，人哋會送俾你，一定要爭取。咁所以我哋今次行動咧，希望咧引發多啲人去參與行動。七一一定要出嚟上街，然後繼續嚇。好，唔該。首先好多謝民主刀量力量啦，搞咗今次嘅絕食行動。咁其實琴日咧，我見到演藝學院嗰啲同學嗰個片段咧，我真係真係好想喊，好感動嚇。但係我哋作為議員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我諗而家都冇分，即係作為香港人，佢哋自己能夠行多一步，做多少少嘢就去做。咁我今次冇話要破，其實唔係話真係要破邊個紀錄，但係就睇下夠，即係以一個做一個指標，睇下人體嘅極限係可以做到幾多啦。對我嚟講，我未試過絕食抗爭，但係我以前都有做一啲斷食嘅練習，即係四五日係冇乜問題。咁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可以即係參與呢一個運動。其實你話一個人絕食，佢可以做到啲咩效果呢？一個人絕食真係改變唔到啲乜嘢。就算梁振英出嚟絕食咧，阿爺都唔會即刻，即係中共都唔會即刻俾普選香港。但係一個人或者一小撮人通過呢一個絕食帶出個精神係堅持，係犧牲嚇。我諗所有社會運動都係呢兩個精神。就算你話佔領中環，都係講緊呢兩個精神。如果一小撮人開始能夠感動到、叫醒到更多嘅香港人，咁我諗係有價值嘅。咁我哋其實時間唔係有好多噶啦嚇，唔可以話即係空談咗一年，跟住到時睇下得唔得，唔得又再算。咁所以我哋係想用行動去喚起大家嘅關注。咁大家冇藉口嘅，如果支持七一你去唔到，可能你退咗體操，去咗做第啲嘢。第一個十幾日嘅絕食行動，如果你要支持嘅，你要參與嘅，你點都能夠抽到時間。咁我希望所有香港人。無論你有冇時間參加七一遊行都好，民主黨能量今次這個絕食行動都希望你們可以抽時間來中環支持，就算不是參與絕食，是講幾句鼓勵說話，簽一個名都可以代表到我們香港人，代表到人民的力量，是真的很堅決去爭取這個普選。梁振英落不落台呢，就靠大家了。好，那就請快必民主刀量力量除了是有絕食的行動，即是五十小時之外，七月二號和七月三號兩晚都會在遮打花園度分別有兩晚的集會的。我們希望是即多些市民來到這個集會那裡是參與，一起商討香港未來民主的路向是怎樣行。我們那兩晚是會討論一些很實在的東西，譬如是一些如果真的搞到全民制憲，那應該全民制憲的方式和方向或者路線是怎樣呢？那我們那兩晚呢，其中一晚呢都會是討論。那我們也都是邀請到不同的嘉賓出席那兩晚的集會。那各位市民呢，在7月1號遊行完之後，7月2號、3號晚都可以繼續在中環那裡是集結的。有無限的可能性和無限的想像是可以在那三日是發生的，即是7月1號完結，不是完結來的，7月2號、3號，那我們的絕食一路絕下去的時候呢，就什麼事都會發生的。那集會的嚴重開始？晚七點半，晚上七點半，7月2號、3號晚七點半。好，那兩晚集會的嘉賓是我們現在聯絡緊，即係有些未確實，咁就阿長毛一定會到啦。即係第一晚就講翻過去嗰25年嘅抗爭嘅歷史經驗啊，長毛同阿馮志活啦。咁我哋而家聯絡緊一啲學者啊，咁亦都聯絡緊阿戴耀廷啊。咁就咁另外第二晚就講全民制憲，亦都聯絡緊啲學者啊。咁就希望可以啟動到啲思想啦。咁同埋就一號晚。都有很多其他團體的人士會在中環附近的。那就二號朝頭早呢，即係民主島量力量就會啟動這個的即係
很多名稱啦，有些叫自由行啦，有些叫民主行啦，有些叫中環行啦，有些叫呢個導賞團啦，啊，咁加好多團體就醖釀緊。總之唔好超過三十個人一組，最多二十個，最多二十九個。咁佢哋可以用佢自己嘅方法行動。咁加有啲醖釀緊嘅就去呢個嘅IFC 食早餐啊。港交所吃早餐，咁有啲就想去長江中心，有啲就想去禮賓府，咁總之呢個邊地開放，因為29個就唔使申請。係啦，總之29個，佢哋中意自己去邊嘅，咁我哋會有啲導賞團1、2、3、4、5、6、7、8、9、10嗰啲指引俾佢哋，佢哋自己組合。咁呢個唔係冇任何團體、冇任何人士組織嘅，如果唔係就構成犯法啊。咁總之就香港市民。用他自己的智慧，總之中環就是香港人的，那我們要光復中環，每一個人用他自己的方法，用他自己的即想像力，用他自己的聯繫，用他自己的判斷，他可以落地鐵，他可以 搭巴士，他可以去一個地方，去廁所都可以，沒所謂的，他可以交水費，交電費啊，即係過馬路，咁即係譬如我哋上一次有個行動嘅時候咧，有個傷殘人士用輪椅嘅，佢就喺7月2號朝頭早就會喺呢個德輔道嗰個行過馬路咧，就會成日嗰個即係輪椅過馬路不斷咁樣過嘅，你話啊，咁即係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創意咯。呢個講7月2號總之7月1號之後，即係佢2號、3號、4號、5號。他喜歡怎樣做，他可以搭地鐵搭來搭去都可以，他可以金鐘中環巡迴搭不犯法的，他可以不斷在地鐵站上上落落，是吧？好像昨晚那樣7點整個金鐘都擠塞爆了，直接 封站那樣，昨天人多到那，所以你要封一個站不用很多人，就是你有1000多人轉轉轉循環行，那個站已經即係封㗎啦，即係好似公民抗命咁樣形成，唔係抗命，命呢個一定唔係抗命，因為佢冇犯法，係啊冇犯法。你哋嗰度光復中環，個焦點就係光復中環。中環係我嘅，我中意點行，我中意點成。你警方去表達，總之你用你嘅創意，用你嘅行動。阿秋上埋嚟，用你嘅創意，用你嘅行動去表達咯。啊，咁就啊。佢就想問下7月1號民陣集會嗰陣，你哋會唔會做呢個自由行？不會，總之我們會尊重民陣的領導，即是民陣活動期間，我們跟足民陣的計劃，跟足他們的路線，那就，個別團體有少少即是這個的身體語言的姿態行動的，那但是不會犯法的，那就，基本上斗量力量會跟足民陣一切的指示，但是民陣完了之後，他們應該9點至10點完了啊，咁9點到10點之後就係呢個香港市民嘅創意行動嘅機會。啊，想問下咧，同埋你哋做呢個節食活動咧，即係都希望有個回應，即係係類似政府嘅，就係講翻點樣做補選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咁都係完全係你哋，咁你點回應？我哋嘅判斷，你絕食到死，政府都唔會有回應嘅。係啊，即係自否之後會做。講嗰個香港人攞唔攞到普選，就視乎解唔解放到香港咯。即係呢個可唔可以光復到香港咯？啊，即係如果你有100萬人呢個嘅嚟中環嘅話，我相信普選嘅機會就大咯。嗯。啊，即係你梗係用人嘅數字。同埋香港人嘅創意係咪能夠迫使到即係北京政權同埋呢個港共即係政權係即係最後被屈服？即係佢唔會仁慈俾民主香港。我諗個問題係咁樣樣啦，好簡單啫。普選難，梁振英去議啊嘛，係咪？即係你如果。梁振英這樣的民望扶植又說明我慢慢做那個所謂政改的諮詢都不是做事，嗱，很簡單，梁振英走不是一個善意的表示，也都是即是表明這個所謂中央即是中共呢，他是有心善弱，是吧？所以為什麼叫民主倒動力量，梁振英是壞制度
做出嚟嘅壞人，呢個壞人令個壞制度更加壞。呢個就係我哋個講法。咁梁振一日唔走咧，即係等於呢一個嫖賭飲吹欠債累累嘅人去管間公司，嗰間公司話好有誠信，嘥時間啦。所以香港人其實好簡單啫，梁振英不去，其他有乜好談？係咪？想問下咧，今次行動有冇同鬱敏溝通過？即係同埋知唔知佢有啲咩行動？我想我哋唔代表其他人，我哋係代表民主倒量力量，好嘛？其他啲人我哋唔喺呢個評論。同埋我想講呢場嘢係咪即係話透過個絕食咧，希望集結多啲人喺中大，咁一齊去做一啲訴求或者？利用呢個數字去俾啲壓力。頭先我解釋個絕食有兩個嘅目的啦，一個就係透過個行動表達，即係我哋嘅決心，同埋透過個行動去喚醒香港人，即係令到佢哋即係要知道爭取民主唔可以繼續等待啦。咁第二就係喺金鐘進行呢個絕食，就係令到即係成個社會嘅抗爭行動繼續聚焦喺中環。咁所以我哋。超過一個禮拜嘅，如果即係四，加已經四棒啦，咁四棒已經係八日嘅啦。咁我哋而家仲聯絡緊，總之有兩個人，我哋而家就同好多團體聯絡緊。咁譬如第一棒嘅就民主倒量力量各方面嘅人啦，咁第二棒就係啲教會人士啦，第三棒就係呢一個嘅進民聯啦，新成立我哋嗰個進步民主連線啦，第四棒就係呢個人民力量。咁第五棒係啲咩人咧？我哋而家聯絡緊。咁我哋希望每一組有兩個人，最少兩個人就可以接嗰一棒。咁可能我哋五棒，有第十棒都未定嘅。咁睇下會唔會多過當年阿馮志活佢哋嗰十六棒咯？我諗大家要明白，即係民主倒量力量冇話自己天下無敵，只不過民主倒量力量，因為我搞過民主倒量力量。冇話我係天下無敵，只不過就係我係力所能及嘅範圍之內，提供一個平台，令到七一嘅抗議行動有個延續性。成功不必在我，功成不必在我，係咪？我哋覺得呢個係責任咁解嘅啫。所以各位你要明白，我哋冇話我係天下無敵，我哋係搏盡綿力，冇話呢樣嘢咧就會即刻攞佢命，係咪？唔做就乜都冇，做就可能有。所以你報道嗰陣時候，記住呢樣嘢。我哋冇話我哋天下無敵，只不過冇人肯搭，即係打正旗號倒糧咁解啫嘛。係啊，係咪？你有嘅，即係讓都讓唔切啦，係咪？即係等於正話，而家啱落去嚼啊，頭陽鎮已經有第二個嚼。如果湯家華嚼，我都費事啦，換換新總統啦，係咪？即係同埋我哋呼籲其他香港市民，即係可以參與呢個絕食嘅。我哋是歡迎的。咁我哋絕食有個基本指引，我哋基本上參考基緊30，即係唔好好似有啲民主人士絕食飲雞湯啦，我哋唔俾飲雞湯嚇，即係唔可以飲任何呢啲所謂補品嘅嘢啦。咁我哋係飲水果汁同埋一啲嘅即係一啲能量嘅飲品，即係補充鹽嗰類啲咁啦。咁就主要係簡單嘅即係飲料啊。但你咁多棒都係媒體同一個位置嘅，即係中環。暫時係，除非我哋被驅趕啦，因為我哋唔知道遮打有冇啲人團體即係借用噶嘛。佢講我哋係嚟政府總部咯，係啦，都篤口篤面咯。即係我哋希望喺中環。你係咪想講先？我哋如果唔係，咪去呢個嘅金管局咯，冇所謂。冇所謂。長江中心咯，係咯，係咯。佢哋而家邊個位嚟？我哋加遮打花園 book 咗，我哋 book 咗成個遮打花園，即係兩日嘅。咁但係就兩日之後，即係3號之後要同康文署再傾啦。得我哋轉頭攞嚟啊！你攞嗰個，我呢個。你攞嗰個。好嘛。有冇其他問題？啱啱搞掂，我哋落去再搞。係。準備食嘢嗰陣時又好。平筷子。OK， 多謝大家。第一棒應該有成8-9個嘅第一棒啊，升咗差唔多10個度咧，應該有10個啦，家下。7月1號應該係10個。因為我哋不斷聯絡緊啊，第一棒，第二棒，總之每一棒最少有2個字成為一棒，咁就應該有係咯，第二棒應該有人，第三棒應該第二三四棒已經起碼有2個，咁佢哋再聯絡佢哋啲。即係組織或者啲其他朋友睇有冇人參加咯，想問下關即係遊行嗰方面啦，即係講到即係民陣完咗之後，你哋可能有啲
啊！嗱，因為嗰個行動唔係我哋帶領嘅，都唔係我哋指派佢去邊。既然係一個嘅民主行，即係簡單統一個名稱啦。啊，即係一個民主行嘅話咧，咁佢哋自己自發嘅行動，我哋係冇指派佢喺邊嘅。不過我哋有啲建議俾佢啊。咁譬如我哋即係有呢個建議，如果你想去睇呢個嘅金管局個路程可以點行？譬如你想去睇呢個孫中山嘅古蹟，你可以點行？譬如你想去睇香港嘅地產嘅即係公司，新世界喺邊，新鴻基喺邊，恆基喺邊？即係我哋會有啲指引俾佢哋。一啲金融霸權邊幾間銀行，匯豐、遮打、恒生東亞、中銀啊，即係啲位置喺邊？即係我哋有啲指引俾佢，俾個地圖佢。咁但係佢要去邊呢？這個我哋係冇組織嘅。咁佢中意十個人行又得，佢中意三個人行又得，佢中意拿住個抗議牌行又得，佢中意就咁樣兩手揈揈行又得。咁我哋就希望總之中環係香港人嘅，啊唔係權貴嘅，啊咁要光復香港，必須要首先光復中環。咁所以我哋呼籲佢哋，即係7月1號遊行完之後。跟住嘅日子唔係一定淨係二號嘅，三號、四號、五號、六號，任何時間，即係佢哋要嚟中環。好似頭先我想個傷殘人士咁樣樣，佢中意過馬路不斷過嘅，咁佢自己呢、這個佢自己建議嘅，唔係我建議佢。咁呢個佢自己決定咯。但係當晚咧，即係當晚遊行完之後，當晚係10點我哋啟動開始嗰個絕食。我哋應該當晚10點嗰段時間，我哋集中喺度。咁12點之後有冇其他團體、有其他人士有啲行動嘅？咁呢個我相信會有嘅，我相信會有嘅。咁但係就我相信個重點係7月2號之後做。咁行要行幾日㗎？點知？上帝先知啦，唔知㗎。咁可能7月2號乜都冇，一個都冇又未定，即係可能每日有幾十個、有幾十組自由行又未定。咁我哋呼籲香港人，等同好似琴日演藝學院嘅學生咁有創意，即係我哋係呼籲大家學習跟從演藝學院啲年青人，即係呢種嘅創意，將呢個中環光復，咁呢個普選自有希望啦。名稱任大家稱呼啦，係啦，啊咁總之我覺得即係因為佔中嘅設計係好機械性嘅，啊咁我哋覺得你咁機械性嘅話，即係俾呢個警方打壓係好容易嘅，啊即係我哋嘅經驗係越機動越流動越新創意，係啦，即係嗰個警方嘅打擊打壓個，即係好大家參考翻我哋今年1月1號嗰個行動啦，係啊，即係1號唔係我哋封路嘅。是200個警察封路阻住長毛行街嘅啫，啊，咁佢可以即刻拘捕嘅，咁但係即係冇理據咯，會係，啊，我諗要有心理準備，警方係會大量嘅無理拘捕咯，即係如果嗰個民主行一啟動嘅話，咁你會唔會抱住即係佔領中環嗰個心態，啲人就係話我俾人拉，我反抗？拉我啦！哦，我哋唔會反抗嘅，我哋唔會反抗，唔會衝擊。即係會唔會套用翻呢？總之，我呼籲所有參與民主行嘅人士或者導賞團嘅人士，任何有警方一阻住咧，就轉彎行。其實我哋今年1月1號都係嘅。總之有警方喺前面，我就轉彎行噶啦，我唔會同佢衝突嘅。即係唔好等到警方用胡椒噴霧咯。啊，總之佢喺你前面。咁你咪繞過去行，佢組織呢個警隊人牆嘅，你咪轉後行咯。咁所以1月1號嗰次，我哋咪有一段時間被逼行咗去蘭桂坊咯。咁但係成個中環咁大，即係你警隊封唔曬所有路口噶嘛。咁如果警隊封曬所有路口，係佢製造擠塞嘅啫。你試下7月2號朝頭早去封路啊，係嘛？即係夜晚封路，佢惡啫。日頭我唔相信警隊夠膽封路咯，即係如果我29人一齊行過去呢、這、一個即係 IFC 嘅，你點封路啫？係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展示自己嘅創意同埋香港人嘅力量咯。
好，唔該。